啊，了解，了解。金鹤飞翔鹤，如来如鹤，鹤立华道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赞哦，该讲哦。我来，各位今天大家好。金鹤飞翔鹤，如来如鹤，鹤立华道。因为简单的代志，中风做了变成专家。哎呀，阿爸，你学会让你这个就让教。来，过一届哦。我哩妈咧较大声咧哦。来，各位青年，大家好。好，真好，非常好，如来如何？各位，各位，各位。修行了啊，哈，咱有一个较深的感受啦。啊，感受的这个心得非常的多，但是咱要来讲较贴切、较接近咱即马吼生活的感受到的吼，来请咱李老师讲一下啦。啊，李老师，李老师，伊将伊说歌啦，阿娘中心啦，哎，叫做高中生啦。啊。
哦，这里上的熏陶了哈，熏陶你台语安怎讲？你讲。啊，所以讲，即爱学台语，即嘛来听。你也想想讲，咱做国语哦。本地。台语用完。我失手了。由于把咱道场的文化安尼啊感动，即个年轻点的心怀嫩。你敢知伊即嘛头壳的天安呢？他在头望前咧呢？哎，他在来到时叫做披头散发。但是你也看，今仔日天了天头哦，哦，赞赞赞，爱的三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爱的三下，拍三下，说你好棒，好，来，爱的三下，你好棒，哦，好，好，来，阿文，阿文，太棒了，阿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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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哦，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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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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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行者，伊无经历伊上去啥物状况，讲实在，但是来咱道场中了，伊认为讲咱道场即个道亲啊，大家做伙迄个气氛，伊感觉迄个气概足好啦。感觉讲哇，来到道场吼，真舒服，啊来到遮无压力，好解轻松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慢慢慢慢发生嘛，啊加上咱值得信赖吼。伊那李老师吼。曾经啦，我那有破发烧的这个症状啦吼，啊，较无症状，但是经过过年了呢，即卖就变我妈子，你敢知？所以呢，妈子甲就过，即卖拢无话通讲。各位真正嘛无话啊，无话通讲，咱过去一句伊讲，心有灵犀。哎呦，对，即卖是通啊啦，免讲话啦。啊，言语多端啦，心有处变啦。啊，因为即卖就是讲进来投入了吼，了解咱。为过去的这个唔捌，啊来摆脱，啊来慢慢了解，慢慢接受，慢慢接受。到即卖呢，伊会使讲是咱花莲道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人才。而且不但安尼呢，伊继续会阁做阁较好的人才。所以，既然是你看头毛天价安尼，头毛都比较较标准咯。哦。我头毛还阁像伊较标准着咯。啊，所以我也讲哦。修道啊，其实啊，退休了后，如果咱呐遵守五不垂，就着咱人生的顶峰，再见就死啊！哎，真正怪一人退休，活好好啊，退休无几年，讲啊，这个人早就讲死啊，为虾米？因为伊无一个生活的重心。所以咱今日来遮吼，你啊看，有一个八十几岁的青年，叫做头毛平平哦。你讲，你讲。不然的咧，阿哥迄个干，干哪做啊？当当下班，阿哥变好变咧。哎呦，你好行啦！所以修行了，你来看嘛，咱两个变年轻，年轻啦，年轻啦。你敢找我今晚几岁？十八。正常，我今晚几岁？三十二年。现在才一个几岁？卖又真的啦，恁和恁做咧评估啦，敢若像保健人款啦，我安尼才有机会啦。好，我知嘛。是无啊？上唔得样啊？我是讲和恁话，我有机会啦。
讲五十外岁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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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